这七天过年，毛泽东血洗一江山啊！一江山阵亡，守军指挥官王生领上校啊，拿了一颗手榴弹，丢在自己的嘴巴里面，这边跟夏大同讲电话啊。我王生领是一江山共存亡，痛你一声。从此一江山落入毛泽东的手上，到今天，美国 CIA 警告蒋介石，你赶快把大同的部队撤下。因为毛泽东拿完一张张马上就要拿大奖，因为有那个省级地标的关系，毛泽东想要拿的时候呢。